大家好，我是胡夫奇社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做一个其实不太适合我这种中年大叔来开箱的东西，它是万代南梦宫的我推的孩子一番赏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呢，将会是它的一个最终赏。最终赏呢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把这个上面所有的东西的最后一抽抽走的人，你可以把最终赏给带走。所以等于是最后的包牌者可以把它拿走了啊。那我大概讲一下，其实我不是很常抽一番赏，非常非常少了啊，可能一个月抽不到一抽这样子啊。那这是我去台北的我推了孩子的光阴展，然后那一天我去逛地下街的时候呢，我路过了某某一家店铺的时候，我赫然发现到它的上面呢，它的这些小赏呢剩下的已经不多了，然后呢它还有一个，当时它还有一个 A 一个 B两个大赏，那我就是大概算了一下，大概6350块钱台币呢可以包牌。那当时6300呢可以得到一个 A 一个 B 还有一个最终赏。那当时的话呢，我是走着走着呢，想想好像应该把它包下来，所以我又折回来。但是当我折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有另外一组人马呢又抽走了两千多块钱台币。那他抽走了东西，里头包括了一个 A 响，所以 A 响就没了。那最终的话呢，这一张纸上面的东西呢，换算下来就是台币4350块钱，你可以包牌，然后呢你可以得到一个最终赏跟一个 B 赏。那我本来还在犹豫一下，结果我旁边的狐群狗党就说抖内我500块钱台币，然后我想想这样这些小赏清清，anyway，反正最后我就包牌了。最后所以说这一组的话呢，反正我就是把最终赏跟B 赏的加奈呢一起把它给带走。那提到说为什么我会特别会忍不住想要把它包牌，其实主要还是说真的是有喜欢我推的孩子这一部作品了啊。我去年的4月份看了他的第一集之后，我就非常受到震撼。他一开始也以为只是一部什么青春偶像剧之类的东西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它里头相当有一些深度。其实日本的二次元的作品为什么至今还是可以吸引到很多大叔呢？除了说它包装在这些俊男美女啊这些漂亮的人设之下呢，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啊一些情节一些细腻的部分呢，都是可以让中年人呢会特别有感触的了啊。比方说在第一季里头的某个导演说的，说演艺圈不是让你搞艺术的啦，这里是赚钱的地方了啊。艺人们被延上的时候啦，面临到了一些巨大的压力啊，你如何去排解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啊。其实我一个已经快50岁的人来看呢，还是心情还是会受到一点点波动的。那星野爱这个人物其实并非是我这一部作品里头的最喜欢的角色，但是他绝对是最有代表性的，而且这一次的凶相呢，挑选了星野爱的招牌动作。那玩具的本体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有两个地方小瑕疵。第一个是它的头发上面啊，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一样的一个分割的一个状态在这里，还是一个裂痕啊什么的啊。那另外则是它的腰部这个地方，黄色的这个蓬蓬的这个裙子吧，还有一点色移到衣服上面的感觉。其他的话呢，我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啊，身上有一些细微的小分膜线之类的东西我就不特别说了。那它最大的卖点呢，号称是它的一个追魂眼。那我们确实的话呢，可以左右移动一下人物啊，上下其实都有的啊。那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死亡角度的啊，比方从这个地方看，感觉还是挺恐怖的了啊。那有人说这种追魂的眼睛呢，他觉得会很恐怖，那你就不要收就好了啊。这个纯粹就一个粉丝来说的话呢，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。而且他的面部，他的脸颊部分其实有上一点腮红啊，有一点粉嫩粉嫩的一个补妆的感觉。那这个眼睛的话呢，注意啊，这个眼睛的话呢，你打光的话呢，一定要确实的把光呢给打到他的脸啊。如果你少了一盏灯的话呢，这个眼睛会看上去非常的恐怖，就变成所谓的黑洞眼啊，就是可能要准备要杀人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一款景品的话呢，其实你在展示的时候呢，还是蛮重视它的一个补光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些它的细节。头发的话呢，不全是紫色，它还是有一些其他颜色的一个过渡在这里头。那这个头部的话呢，本身是可以稍微的去转动一下，
可以看它的脖子的后方里头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分膜线在这里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可能更加的一个清楚。那它的腋下啊，这个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位置。这个腋下的过渡做的挺好啊，衣服跟本体的一个分件这个地方处理还算可以。衣服的奏折的话呢，有做出来。那这个底座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我中奖了。我觉得这个一拿开的话，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刮痕。比较可惜。那它的手套的部分的话，做的还算是比较合身的。去看了这个光影展之后呢，然后就对这部作品有一个喜爱，那就刚好又有一个缘分嘛，遇到了一个已经差不多快被抽到完的一个一番赏，就把它包牌给带回家了。那也是去给自己做一段这个二次元回归吧，已经应该有十年了吧，我应该是2013-14年的时候吧，开始又看二次元作品。那这差不多这十年以来吧，看的作品其实也不算多，但是每一部看过的我都会非常专心去热爱他们啊。那我推的孩子是属于近期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部了，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一番赏的最终赏新年爱凶相的分享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